早，Hello，秦哥哥，秦哥哥，你怎么那么好天都不见你呢？你干什么去了？被哪个小狐狸精勾跑了？快来浩然！没事，我静静走，我不唱了。我有天唱到了，那我一定会唱好。所以说，记得左上角点关注，就是记得帮我分享，先不和鸡腿呗。老跑了。在听你编排，和他是不是在一起？也说对我说过的对白。此时此刻，我想换一首歌。你听过何洁唱的吗？我只剩下。这里呢？等等。我这里还有葫芦娃呢。起码有四个人，但是说完这句话一般都走了，都怪了。对你情太深，我是东北人，善意的谎言，不，你最好欢迎东莞，你骗我。我会离开你远去，撒谎的人不能久待，为什么？全部人都骗你，你够了。像个峰哥，他说以前从来都不感觉自己那个都不敢没有跟漂亮女孩子说过话，自从看了我直播，不仅可以和女神零距离沟通，然后还可以跟我说话聊天，还可以看着我，外面说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。他说他以前的想都不敢想了，真的超级美。你看，凉凉都说了，我觉得陈哥哥。
请哥哥你说。他瞎说的，他一样，我不信。像我们真诚的才能待着。决心忘记你。你播了一年半了吧？没有，我播了不到一年。我去年11月末播的，然后前段时间我休息了，我有3个月没播，然后最近十多天半个月刚播。知道为什么天上牛在飞吗？我知道了，他们一定是想飞到高高的，然后才能看到我的胸，从上面看我的胸。坏，好坏的，好坏的。哎呀，吾皇万岁！在丽江，金牛，拉倒吧，真的。大锅泡俩吃过一碗热笑，我真的有。还记得吗？我以前外号叫36G，真的，我以前外号叫36G，我真的有啊，看书。飞在高空自己看不到，重点是小，人家没有啊。为什么飞牛为什么要飞到天上看我的胸？因为胸太大了，就离得近的话根本就看不着整个的，你知道吗？只有飞得高高才能看到那个什么。哎，你才负 A 呢，还有完事。我今天是不是特别丑？哎。确定，你才负36G呢。安静话，你才盆地呢，你才凹的呢。你们这群黑粉儿，我拿个小本本给你们记上。等我出头之日那一天，我就拿石头子砸你们家玻璃。欢迎完事，欢迎汉奇。我今天为什么这么丑呀？看起来不够白啊，臭没关系的，你够臭没？没有，欢迎松树，欢迎旺旺。我今天为啥这么丑呀？等你出头日那一天是世界末日了。呸！大锅泡里还吃过一碗热香，冬瓜水果鸡。你在南京报过局，不是一直这样？没有啊，我昨天才好看的。欢迎笑，欢迎笑，要欢迎你啊！我们看逗逼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又有钱又帅气，但是你是我的福气。我就静静的看看你照片。Hello， 小 B B。正在看，欢迎忍哥哥。说话那个就是哪个？是瘦瘦峰哥，请哥哥。还谢不明，两个大美丫头。我这是虎牙啊！你说这个，说我牙大。谢关注，欺负我，说我牙大。我都不好意思张嘴了，哎喂，我看我进击的大牙，你够了，你才进击的大牙，我牙很大吗？看多多六糖，露点看看，哎，进来的宝宝点点右下角的他。特别好看的长得，然后这都爆皮了。